哦，只是腿断掉而已。这地方好像没有来过。这地方我来过了，北之废墟哦，找到了。我得跟 NPC 讲讲话，幽灵出没。这里有商店可以买东西。幽灵的传说不知道，有英勇骑士模样的幽灵出没。伟大探险家托马的文物，红色贝壳。嗯，突然间有这么多钱。对吧？这个是，这毕竟不是，这是民间的版本。算了，全部买满。家，后面会有路吗？后面没路。好，来换个成员。换成来练一下魔王的技能，这样子。机器人还是回来了，看一下，这样子好了。
这里吗？北之废墟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边有个庞然大物。居然是无伤，这家伙太硬。没差，刚好来练等吧。这边要带青蛙是不是？好，那换青蛙。青蛙的话，我想要练一下魔王。好吧，那我就把艾拉换掉好了。对，一直按错你。青蛙，把他的装备换过来。装格兰利昂的必杀率，古兰斗利用，哎，要装这一把才行，不行，还是不要好。这个给他力量加六好了，力量加六跑到哪去啊？帮青蛙的神剑开启真正的力量。所以我这里要装神剑吗？魔力，青蛙是魔力比较强还是物理比较强？欸，物理比较强。那力量加六，
好，这样子。木工道具被偷了。找到红色贝壳线索，这次只是有不祥的预感。哦，直接给我红色贝壳。万一我死了，把这瓶酒洒在我墓碑上。说了也是，到处逛逛好了。这里怎么这么多人啊？实习木工，全部都讲一样的话。要借木工道具，我在喝一些酒的时候，把道具从我妻子那里拿了。木工家在哪里呢？难不成是这里？好，这里。哇，这还这个过那么多年，还是在这边喝酒。这样我就能工作了，修理北之废墟。修理完成，他修理了什么东西？怪物作为巢穴的地方，不能修理下去。
哦，还要帮他消灭怪物，然后再来修。哦，这个年代这个门就没有没被堵住了。走哪一边？先走这好了。痛哦，一打就四百多。哎，悟空完全 miss， 这一定要用魔法。怨念，所以要帮他清怪物。真是要死前还要给我放一招。我还会把我 MP 都吸掉，紧接着吸，没关系。现在都变成随机遇敌了，放一个比较强一点好了。魔王的防御是很低。又来给我一个人皮破。
是啊，那真难搞啊。这没打完一场，是说它的数量有限啊。打完一场就要恢复一次。挡住的地方也要加回去修补。真的是，要一直往前的话，还要一直叫他叫工人来修，还要2000块。想用什么技能直接让他们毁灭性攻击，直接他们一招就死了。全体水淹，这个或许会比较范围爆炸，好像刚打1000多。OK， 就用这一招。啊、对，这时候，对，好，刚按钮调整过，现在。靠魔王的魔法了。这里是与魔王作对的村人。哦，他的剑又在这边就升级了吗？啊，原来是这一位的墓啊。这个算是之前有一段剧情有讲到，这应该算是他的老师吧。加英勇的骑士，自由。可是青蛙原本不是人吗？不知道他后面会不会恢复。圣剑传说，
就是这两位。那两位是什么剑灵吗？这种溢出的力量，我还以为这个地方很深。现在走另外一边了，等下来看一下他的剑。哦，直接自动帮我装上去了，211啊，伤害很大，蛮多的，这样可以给他装必杀了。杀率上升，这伤害应该很可观。这边是哇，好多好多门，忘了魔法太位了。这边还有两只，全部交给魔王来打。带教木工来了，跑来跑去，这个魔王整个就比那个男主角还威啊！也不会啦，男主角也蛮猛的。库洛洛，出个档，也不知道前面有什么东西。
三道门，先走这边。这个是什么？这好像是道具。现在都要背那个日文名称。这个项链的反应，哦，有这个是不是就不要开了？要用武功。应该还是要用魔法。三个宝箱要升级之后再开，跟之前的方式一样。所以在这游戏也蛮花脑筋的。
689这个数字好敏感。这个我记得，这个要用火烧。是用火烧吧。算了，其实这是现在这个等级应该用悟空也可以把它干掉。看破你的招了，自由枪毙。金之石要是干什么用？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，然后就没了。
好，现在回去刚刚的废墟啊，去拿刚刚封印宝箱。而且你也到打最终 BOSS 的时候，青蛙是一定要上战场。青蛙太优秀了。再加库洛洛，第三只再想看看吧。魔王其实每一个都还蛮厉害的，魔王也很强。但是魔王的缺点就是他不没有合体技可以用。就是一个不注重团队合作的家伙，所以他都没有合体技可以练。他还在杀欸，这时候我机器人不是拿回来了。现代看一下那个废墟，应该有不一样吧。小心使用。指甲威力提升，诺瓦指甲。全部拿完再来看啊。鬼丸。斯扎库。鬼丸感觉应该是武器吧。魔女之弓 ,OK, 看来应该每个角色都可以拿到一只啊。鬼丸他的必杀一级时四倍伤害哦。库洛洛再加青蛙就很威了。然后刚刚这武器没什么，没有特殊的效果。然后再一个诺瓦之甲，防御加十，应该就是这个吧。
然后再回到刚刚那个年代，就开宝箱也是好像是这样开的。如果在这个时代先开，你回到现代就宝箱就不见了。这应该也是武器吧。Onimaru， 回路卡家，看有没有东西可以拿。回来好几次了都没有反应，还是他要放牌头呢？还是已经没有东西可以拿了？好吧，过一阵再回来。下个任务，这里是屠杀圆顶屋，听这名字好像很恐怖的样子。
马上就打。反极地，又是那个，该不会又是那种 BOSS 眼睛张开才有办法打的？这感觉好像不是用物理。18。哦，这好有点难哦。每一个都打看看啊！哎，这样有讲真那个什么，玩那个，所以有一个可以伤到本体。是什么？那个什么俄罗斯轮盘。就来负责恢复好了。猜一下，这个。错，后面这个也是错，对，太好了，然后再来放合体机，哎靠油，在我放合体机的时候，你居然给我转。不能打本体，先来恢复哦。来不及，哎，来得及。猜一下，最后两个人，好，好，最后一个是不是？
在只能用物理攻击慢慢消。每次都猜错，叮咚叮咚，又来给我转。这一次抓比较快，OK， 提莫晚安啦。哎，打赢了，是不是？3800经验值。哦，感谢你建议，可是讲太慢了。
太阳石由于过了很长时间已经失去光芒。这应该没有其他东西了。对啊，没办法。没关系啊，有打赢就好啦，只不过打得比较慢而已。不过切换时代的时候会直接到同一个地方。诶，不见了，没跌啦。从消失后到现在看来已经过很长时间，到其他时代看看。这里也没有，这个时代的什么人？这里亮亮的，直接跟我讲是在这边吗？用完了吗？哦，对哈，买那个装备的时候用完，卖钱。
超级干肉。哦，要回到这个时代，教育他的小孩金钱的观念。刚刚那个里面那个镇长就是这个小孩子吧，这个男的。原来买那个干肉有这个作用，然后呢？再回去吧。欸，对不对？那小孩子不是他，这中间隔好几年。600、1000，那应该是他们的祖先了。差点忘了，这中间隔了几百年。有年轻的旅行家把他留在这兒，整个态度都变了。最好的当然是我父亲。从刚刚两个小孩子一直嫌他父亲，现在变成都超爱他父亲。整个家庭都改邪归正了。发光了，这些能量就能做出强力的武器。赶快到我家去。控制轻松使用太阳石能量的力量。哇，所以这个支线是做路卡的最强装备。他根本就是布马嘛。外观像丁小雨，其实他个性像布马。而且布马也会做时空穿梭顶。可以下。
攻击力时而发生变化，就是有一定几率会伤害会很高的样子。然后这个他刚还给一个是什么配件吗？等一下再看看哦。